欢迎收看台湾人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，用台湾话论台湾事。本论坛尊重言论自由，来宾的发言是因个人的意见，无代表本论坛立场。多谢大家，给我这个机会，给咱新台湾吼，有机会来参与两公长老啊，搁有 CK 的节目。因为迄个时阵 CK 有甲我提案，就是讲希望会当有一个特别的时段，拢会当来看台语的电影。啊，因为其实阮新台湾一开始就是一直要推撒台湾的电影，啊，尤其就是要做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culture 的电影，啊，所以其实主流社会的电影拢是较华语迄种的 culture， 啊，所以阮就是每一档，阮其实新台湾拢会选几支啊，尤其是人权，吼，啊，搁有一寡性别平等，也是一寡比如讲较适合台湾吼外国人熟悉的电影，嘿。啊，阮拢会伫个线顶，啊，若无就是伫个实体安尼放。啊，阮其实对2016年、2017年就开始伫欧洲这边办电影。啊，阮有无同个国家，啊，有当时也邀请导演来。啊，到尾因为落档的关系，阮就改做线顶。啊，到尾改做线顶的时候，阮阁意外发现到一个足好个好处，就是。其实像阮Edinburgh， 阮拢是首都嘛，啊，阮拢是伫个遮咧放电影，但是 Scotland 足大，有诶台湾人是住伫个 Highland， 啊嘛有人住伫个 Glasgow， 啊所以迄阵阮改做线顶时阵，有收到十几个人哦，对 Highland 迄边啊，就 Glasgow 啊，就是讲其他诶所在写批互阮讲，oh it's my first time， 就是阮第一间看到台湾的电影是线顶，啊，因住伫个做 remote 的所在，所以阮到尾啊，对伫2020年开始就改做讲 ，OK， 阮会当用 online， 哦，就是阮每一档会选一个特别的电影，啊，就是放两场，一场是 online， 啊，一场是这种实体安尼，啊，其他就是自由去看安尼吼啊。所以阮一直到即卖已经做差不多5档、6档以上啊，吓啊，CK 即阵甲我讲，伊要放特别拢是台语的电影的时阵，我讲当然嘛是好啊，因为这着到阮的力量是真符合的，吓啊，阮着是甲 CK 讲，如果若有需要，使用着，比如讲线顶啊，还是讲做live streaming， 还是讲有需要啥物资源，阮一定会。甲司机阿哥，即个店长了这边到小厅，三角小厅安尼，嘿啊，希望即个program 会当继续走落，因为其实台语的电影伫个过去拢一直去用压迫，啊无去用吹出来，嘿啊，阮希望讲会当甲只较好，台语的电影会当阁继续互即马较少年一辈，会当了解以前的文化，安尼，好，多谢大家。多谢 Jenny， 啊，今仔日咱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到第80届啊，所以真荣幸即届会当甲永光长老甲 Jenny 做伙办一出吼，咱做伙来看老电影吼，台湾的上盖在商业电影，啊，咱今仔真。真欢喜哦！真侪朋友对伊世界大位过来吼，澳洲啊，也是阿曼啊，哈！我刚才看到我马来西亚的朋友吼，啊，佮有加拿大哈，多伦多也有几个朋友报名吼。啊，我嘛看到有对迄个 Turkey 啊，有对迄个 Norway 吼，毋知有遮朋友敢有在场吼，会当拍一个即迄个。照片互咱看一下吼，大家小可熟悉一下。啊，咱今仔日吼，就是希望大家吼，拢上网顶去看电影吼，啊，看完来讨论。啊，即摆吼，大家先正讨论哦，因为迄个电影吼，到迄个咱
太平洋吼，遮靠中岛吼，到中岛的时阵拢会当看吼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听完咱遮啊先拜来分享之后，阁会当阁去看一届，还是两届吼，所以啊今仔真开始吼啊。我一直真希望哦，听到这段迄落，甲迄落戏剧啊，甲电影啊，较有关系诶广告吼。啊，咱今仔李占星老师吼、在场吼，等下可能请伊来先开始来小解这段嘛，即落林导演即个老先诶故事。啊，今仔咱诶形式发生就是讲。当有专家吼，等一下，陈瑞先来讲介绍这个文化气味对这个台湾老电影中间看出来物件。啊，林光中路当然啦，伊一定会来介绍咱这个台湾文化。啊嘛，希望就是这个台吼开放给大家，啊，大家来分享，大家看电影有啥物想法。啊，有真歹势就讲，即届这版权。就是超工要往海外来放，所以伫台湾无当看，所以真歹势。啊，不过嘛是欢迎大家来分享你对台湾老电影的想法吼。哦，啊，咱即摆先请迄个李占星老师来开始甲咱小解这个时代哦。好，李老师请。多谢四哥。我是广告的哦。啊，我即摆伫讲一摆。台湾人袂记哩个故事，啊，内面有林传秋导演，诶，内面是其中个一个，所以我对伊个诶生平小可有一点仔了解，啊，无我就甲我初浅个诶底线哦，啊，讲互大家听。啊，林传秋因老爸是三甲哦，开矿业个乌托团，啊，像做三甲是咱全省哦上大个矿场。啊，所以好业，啊，伊常常来甲因老母啊坐乌头车去台北看戏。啊，伫1935年，就是伊15岁时阵啊，迄当阵啊，日本拄伫台湾执政40年，啊，要一个发表会叫做台湾博览会，甲世界小解讲，阮是世界十名第一名的所在安尼，啊，真精彩！啊，迄当阵啊，迄个博览会是对台北成功会一直到新竹，所以新竹嘛有真侪戏剧吼剧团啊，甲阮的戏班去啊盛大演出。啊，因老母啊讲啊，莫去新竹中学读册，咱。来去看伊啊！这机会难得啊，机会难得，啊，就拢伫遐看伊啊呢。啊，因老爸哦，佫诚反对伊搬戏啊。因老爸讲哦，就过当年啊，16岁就紧改送去日本啊，去插班去读个高等学校。哎，伊嘛算讲程度好，啊，考着明治大学个款政治经济。政治经济，啊，伊个学长就是啥，就是鼎鼎有名叫杨调家，哦，啊咧，伊当阵啊是，伊当阵啊是日本的教练，啊，伊就伫遐读，啊，伊就无心要读政治啊，啊，就定去看伊，去即个新竹区，哦，东街内面有一个红毛风剧团哦，啊去遐看，啊，佮头家熟识啊，啊，头家讲啊，无你去管迄个东。报哦，影业遐吼，去遐去，你遐讲兼加手，这个小叔啊，然后去遐去做，去遐去做安尼，啊，伊就遮做遐做遐做安尼，啊，毕业以后就正式去红毛坊做编剧，剧场的编剧啦，啊，有做2-3出戏，拢真精彩。啊，1942年。日本啊，因为台东啊战争，啊真侪人拢调去前线，啊欠卡手。本来迄个东部影业也是无要请外国人个，啊但是因为有迄个红毛坊头家个推荐啊，啊所以破例互伊
入去内面做安尼。啊，乡村啊，都伊就做炮火队啊，因为较少拢无够，连这边欠啥物人，这边欠啥人啊？电影伫播诶，制作诶过程啊，伊拢有参与安尼，啊嘛做导演诶助理安尼，啊，大家拢甲伊叫先生先生安尼。啊，伊乡村啊，就是1943年诶时阵，迄个日本啊要去满洲国要拍一片电影。我想迄就是政令宣导的电影啦吼，啊伊讲我要回来台湾吼度假一下呢，啊第二个台湾的先啊，因一个冤亲啊叫做陈国贤啊，讲我即摆要拍一部，要搬一出戏叫做阿里山，无你来甲我做导演啊，啊伊做编剧啊，啊这个人伫日本是计住江宿舍的啦，嗯。伊嘛是日本回来，啊，所以因两个就是做一个阿里山的故事以后，哇，这轰动啊！因为台湾无人有遮好、遮有水准的阮迄个导演甲编剧啊。啊，像这有两个人影响伊上大，一个就是阮卢汉玉，咱台湾的一个音乐家、声乐家，啊，佮伊也是作家咧。迄个人啊，足古摸啊，看伊拢会讲嫌。但是对这出国真介意啊！啊，佮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兄弟吼，兄弟爷爷的顾问，向怎伫台湾呐？啊，伊看到这出戏啊，伊也足介意，就甲日本总督讲吼，这个人吼爱入来总督府遐吼，来讲审查人的剧本安尼，唔好伊去满洲安尼。啊，所以伊就决定要留落去啊。哪会知去总督府啊，是伫当审查人的官。迄、那个意识形态啊，啊伊讲啊，这毋是伊个头路啦，伊就死头路。啊，迄阵子啊，卢迄个啦，拄仔讲缘投的这个啊，卢迄个拄仔甲卢传兴啊，甲杨文权啊，甲王正传，因拄仔要搬出，要创一个叫做迄个叫做阮后生啊，演剧研究会要搬戏啊呢。啊，迄阵子哪会要搬戏？要甲日本啊扯平。因为日本的戏剧啊，咱台湾嘛好多个拼过，啊，佫另外因前两年也有成立叫做台湾文学啊，迄个刊物啊，就是嘛是佮日本的一个叫文艺台湾写传办主办的迄个扯平呢，就是要拼输赢的意思就对了。啊，你拍两出出两篇迄个医疗。佫演出一个轰动，佮即阵还佫正轰动，叫做《严家》吼，《严家乡土剧》。哎，《严家》就是讲迄个台湾的故事安尼吼，内面有台湾的音乐，啊，哎嘞，这是卢传兴负责，啊，佮内面有台湾的布景，要怎？台湾的画家叫杨三郎啊，嘛都做这個，反正真，啊，佮现场的交响乐团啊，伫遐演奏的，哇，啊，即出就是。搬出来就是真轰动啦，客满啦，叉，迄个日本迄两阵啊有一个关迄个方便化的剧啊，迄、那个叫做《南国之花》，伫第一剧场啊拢无成立啊。啊，卢传兴啊，伫两阵啊方便化的时阵啊，这个演剧中间拢袂使讲日本，拢袂使讲单位，可会使讲日本的。但是啊，这个音乐佫无规定。啊！李传兴在第三部的时候，爬去咧台顶指挥交响乐团，甲迄个演员，啊，甲台下的观众斗阵唱台湾歌，六月山水啊，啊，关的吊吊灯啊，一只只好笑笑，啊，大家拢看甲真欢喜，啊，就是哦，迄个有一天啊，讲电影讲电，迄个戏剧播到一半时，怎么熄电去啊？啊，熄电就是做戏也要刷，啊，看戏也唔愿刷，大家拢提手电出来照这个舞台啊，啊，叫伊这个演员一定爱把这个剧演完啊，啊，结果做诶，大家说拍拼把这个剧演完，一天的剧演完，但是隔顿工啊，日本政府看了讲哦，哦，这单意识这单啊，就改禁演啊呢，本来是要搬70天买手啊，伫关迄个。第六天的款吼，时间我无讲足正确。第六天的时阵就去用禁化去安尼，啊，这个戏剧的力量真大啦吼。甲阵，
咱还佫咧谈论这个严格啊。啊，你国民党时代来啊，啊来啊时阵啊，杨尊啊、卢传兴啊、该王正全哦，三水亭个头家王正全啊，甲这个林传秋啊，怎啊佫申请啊？杨尊爱申请，申请要迄个剧本啊。啊，但是几落摆拢去互国民党政府啊，来拒绝掉安尼，啊，所以林传秋啊，啊，就真失望啊，啊，就专心啊，等于做一款迄个因老爸托管的事业安尼。啊，无我就是讲到这。哦，多谢李老师哈、哦。啊，咱这段历史真精彩。啊，先大家迄落有过一个，就是讲咱这个新的规套吼，这。可能会当做差不多，你讲吼，林传秋老导演即马各地个有三片半个影片吼，啊，其中三片有做过迄个数位修复吼，啊，另外阁有一片剩四十几分钟，因为这老底片拢已经害了了啊吼，所以咱会尽量把这四片拢拿来做放上吼，啊，大家来讨论。啊，另外阁有一个少年的，伊有一个算是讲今仔日这重复的秘密的迄个叫做啥 ？sequel 啊，伊去编一个故事吼、哦，来继续一个张美瑶演的这个叫做女主角啦，落伊做阿嬷的时阵的故事吼、哦。啊，咱嘛想要讲来做一个较完全的，落一个来看。林导演这一生，伊个戏剧、电影，也是伊个个人生活的一挂故事吼，所以上少我看会做六届啦，所以讲咱会当慢慢来讲啊，李老师嘛会当咱继续吼讲到后壁只吼，啊，咱今仔吼真欢喜，咱吴医师哦，咱台湾医生的人来甲咱小介一个。迄当阵的文学啊，以及甲今仔要看这个错乱吼，中外秘密，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学趣味吼。啊，咱请吴医师。啊，多谢啊吼，啊，今仔日吼，啊，彭都昌吼，这个节目吼，第一讲到人啦吼，哦，李传兴。啊，第二吼，啊，讲到文学这个小说，哦，啊，第三，大部分时间咱来讲戏剧吼，所以，哎，拢有一寡倒会起来所在吼，啊，咧大声吼，我来请放这个我的 PowerPoint 就好，哦，好，这个故事的内容我都唔免加讲啊吼，因为咱过来会了解真多吼，好，啊，这个第一个。第一个 PowerPoint 哈，啊，无，上第一张，这上尾张，上第一张，搁起哩，呀，好，这就是，这个文学方面哈，有两个啦哈，第一是错乱这个文学的方面，第二是严格啦哈，啊，这个错乱哈，这个经过较复杂哈。咱来看第一个 PowerPoint 哈，这个进程，都在第一张，好、哦、好，这个无都在一张，好、哦、对哈、哦，这个错乱哈，简单讲个。就是按这个日本的原作者哈，塔克拉这个墨西的责任接出这个小说哈，接出来了哈，啊，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叫做错乱啦，或者讲丈夫的秘密的啥货哈，啊，这个故事拢主要是，好，安尼讲到这都啊过来。过来，那个 PowerPoint， 好 ，OK，
销售方面吼，这个策略，这个因为这个原本吼，无这个原本的这个完整的小说，所以我唔免讲啦吼。咱这今仔日主要文学方面来讲，严格甲中文行、中文圈这个吼，这个方面啦吼。啊，严格吼，这个咱拢知啊，伊上原本是日本吼。啊！伫台湾文学，拄只战情遐有讲到，即、這个台湾文学即个杂志，1942年吼、发表的吼、即个杂志是中文环甲其他的幼稚合办的吼、拢总办差不多两冬外啦吼、即个伫台湾文学发表了后吼，日文发表了后，照我所在吼，上早是1991年。中文翻译，哈，啊，这位出版社有出一本中文环集，迄内底有，啊，这个翻译者，哈，这个我目前唔知影这是啥物人啦，哈，好，啊，过来2006，哈，过这个20世纪台湾文学经典向阳，这个先生伊所编的，哈，这个米蒂这哈真。真热心，甲寄这个中文翻译的专文给我哈。啊，这篇是郑经的郑兆景哈，伊翻译的哈。啊，这个内容咱过来搁详细讲哈。啊，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个故事哈。严格这个故事地点是中文翻伊的家乡啦，哈，伫。嘉义梅山乡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庄卡，伊所看到的代志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年代是1924年，哈、哦，日本时代的这个台湾社会的故事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内底主要人物就是啊，两个查甫人甲一个查甫人中间的这个人情、爱情、社会风俗。旅馆种种方面的代志，哈，好，搁过来，哦，这个就是台湾文学，哈、哦，1942年的迄个杂志的面啦，哈、哦，的相片，哈、哦，好，搁过来，好，咱来看内底的内容，哈、哦，这个。这吼，因为拄只赞先兄讲的，这是咱台湾较乡土方面的文学势力吼，甲日本的这日本方面的这个文艺台湾，在相对比就对了吼。啊，咱注意甲看吼，内底这真侪拢是咱台湾吼，盐分地带的台湾作者，像讲吴新荣啦吼，杨贵吼，桂水团吼。啊，甲杨千鹤，吼，即咱拢真熟悉个名。啊，内底就是严格即个中文环先生个文，吼，个小说。OK， 好，搁过来。吼，啊，即个内容我小拄则有小讲啦，吼，咱即摆就毋免搁，吼，毋免搁定讲，吼，好，搁过来。OK， 所以我拄则有讲吼，这个严格原文是日本啦，是中文翻写的。啊，这个日文吼，这个我分两方面来讨论啦吼，关于严格这个吼，第一是伊的内容，小说的内容吼，伊所讲到的社会人情世故这方面。啊，第二就是伊的这个文学写作，哈、哦，语言，哈、哦，啊，文学的手路的方面，哈、哦，啊，落尾我再来甲这物件牵来甲戏剧到做伙来小可介绍一下，哈、哦。第一，这个啊，小说内容方面，哈、哦，当然我看起来都、就是。这篇小说上大的优点啦，吼、
因为伊讲到迄当时吼，即、這个1920年代吼，遐台湾人社会人权吼，啊男女的关系吼，风俗吼，保守势力啊，甲较先进的即个思想的冲突种种吼，即我想是严格啊，啊甲。中文环所有的小说里面吼，上界有力的，上界得到咱注意的所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中文环伊本人也有讲，吼、哦，伊个话就是讲啦，伊的文学是要报告台湾人的心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要写台湾人的感情，台湾人的代志落来，吼、哦。这我感觉是中文环的文学的上界重要的所在，哈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咱来讨论伊的这个文学的技术，伊的文字的方面，哈、哦。啊，甲咱即卖台湾文学的环境来做一个对比啦，哈、哦。第一，严格这个文学到咱的手里为止，是经过几落摆。文字上的翻译，语言上翻译。第一，我唔是日文，哈、哦，啊，真可惜我唔捌日文啊，所以我唔知影以这个为文学的技术方面来看，哈、哦，以这个日文写了安怎，哈、哦，咱在座可能真侪会晓日文的人，捌看过伊的原文，或者讲我有看到三界先生，哈、哦，伊伫遮，伊唔知有看到日文无，哈、哦。所以可能你若看到，在咱讨论的时阵，可能会当甲咱稍微介绍一下吼。听讲啦吼，日本是足水开啦，吼、哦、吼。啊，过来，这个为日本哈、哦，到尾咱来个翻作中文的时阵，哈、哦、啊，至少为这个曾先生、钟兆政哈，哈、哦，伊的翻译来看哈。哦啊，我遮吼，凊彩按伊个第一页第一句，哈、啊，甲囥在遮，互大家小看一下吼、啊。中文，我来读一下啦吼。丈夫阿勇静静的坐伫屋檐下的竹椅上，一如晚上木然的，把眼光死定在。正在夕阳下逐渐消失的湖泊，哈，这是伊的中文，哈。所以哈，这个看起来，我读我为第一页读到上尾页，哈，40几页，哈，哎，感觉讲这个滋味，哈，这第一，这个文字语言。非常非常的死板，很硬正，不需要技巧這樣、哦、我相信、哦、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翻译的问题的关系、哦啊、你再看，而且伊经里面、哦、有不少是文言文套在那里面，一如往常，不然的这就咱口语无人咧讲安尼，咱讲话无人咧讲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若读到遮，就爱阁换做咱的口语来了解伊的意思，吼、哦。所以这就是翻译这个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阁经过中文，咱我读的时阵，阁甲翻做台文来甲了解。因翁阿勇啊，点点啊坐伫银钱卡的竹椅顶悬，吼、哦，像普通时啊安尼，目睭戆戆，掠西照日下底，寥寥啊消失的厝顶尾甲看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我所了解伊要讲的物件，但是这是经过我的翻译出来，所以吼、哦。这个系列的问题，日文、中文、台文，这都是咱台湾文学的这个文名，
吼、哦，经过翻译，搁再翻译，搁再翻译，搁再翻译，这篇严格为日文到我的手头，吼、哦，伫读者的头壳内已经翻译六七遍，才会当了解伊原来中文翻译嘉义梅山乡所看到伊要表达的物件。这就是哈、哦，我会记得26年前有一篇短短台湾通行短短文章，就是讲台湾文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，讲到这个问题，翻译搁再翻译搁再翻译的问题，啊，咱台湾文学永远无迄个活力，因为是翻译的，还是半翻译的文学。这个严格就是上盖好的例、哦，所以总结起来吼，严格有两点：第一，伊上强的，就是讲伊讲到台湾人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实在的社会改善看会到物件，吼、哦，这甲咱台湾乡土文学以前的文学完全无相，因为乡土文学以前的文学吼是山寨的文学。作家的是假的文学，不是台湾人的物件，哈、哦，这是一点。啊，第二点就是，伊予咱的教示就是讲，咱台湾文学甲台湾电影同款，若要真正有路通好行，有迄个变作活的物件，哈、哦，这个语文，哈、哦，爱甲社会接做伙，哈、哦，这是第二点。啊，今仔日真加载，吼、哦，有这个李传秋先生，甲张文华所迄阵所看到的因故乡的代志，用电影甲恢复转来，吼、哦，互咱会当去看到个，迄当时张文华伫伊的故乡所看到的台湾人的代志。哦，虽然经过这日文、中文、台文这翻译的过程，咱今仔日会当搁足活，会当看到这个代志。这吼、哦、就是为什么严格就是电影会当这么呐成功的原因的之一啦。哦，所以我想严格这个小说甲电影吼、哦，今仔日互咱三个教示啦。第一，咱台湾文学，吼、哦，就是严格，就是要写台湾人的心情、台湾人的故事。第二，吼、哦，咱爱按这个翻译文学跳出去，来发展咱家己的台语的文学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三，就是这个戏剧会当翻转文学，啊，文学会当翻转戏剧。活动，吼、哦，来推测咱台湾人的物件，哈、哦，好，多谢。哦，拍摄我麦克，欢喜，多谢。客人无开麦克，嘿。哎，多谢多谢，所以多谢，头前两位。先拜分享吼，啊，咱即马这个形式就是讲，你啊想要分享啊，会当举手吼，有一个举手，啊，嘛会当啊留话伫个 chat box 吼，啊，等下按收完这照这顺序吼，请大家开麦克啊来分享吼。啊，我先小可讲一下，就是讲，阮要做林传秋老导演是，差不多伫。2019年迄阵，哦，也是更加前就开始在想啦。啊，2019年本来想要做伊第三出吼，做啊《第六嫌疑犯》。啊，迄阵是安怎趣味？就是讲，伊迄出伫个1965年拍完了后吼，伊家己讲啊，安尼你即出啊提出来演吼，也无大赚吼，迄真无面子吼。啊，伊家己感觉无满意就是啊，所以。拍完了后，就
都藏咧，啊，无提出来放吼。啊，一直到1990年，家己迄阵啊做电影图书馆遐做第一届放吼。啊，阮迄阵啊想要来美国放嘛，啊，落尾先放这啦，先放这个。这个侯孝贤导演的迄、那个即后壁即阵吼，所以真拍算 COVID 进前一直想要放，啊，拢排无时间，啊 COVID 一来，一前了，一直到二零的5月，啊开始来放，伊这三片较完整的这三片吼，三片。所以这是差不多四档啊，就是想要做这做四档啊。今仔真欢喜，过来顶一轮吼，过来看林团秋导演的这想法吼。啊，拄只咱讲到文学，咱沙凯上刚要甲阮讲两句啊，这伫日本这文学这方面的一寡想法。啊是你等一下较准备好，咱大家较找一个时间互你分享。世界上有留两段两句话伫呀，伊即摆已经开麦古啊，请伊家己讲伊留话。就讲，我毋是在世吼，我原本嘛有看过吼，啊，佮看过迄、那个。舞台剧吼，迄、个伫台北，迄、个2008左右啦吼，啊，迄个舞台吼，嘛有看过啦。不过实在已经袂记哩啦，所以袂晓哪讲，内容袂记哩啦，所以袂晓哪讲吼。嗯，你叫我讲是啥物款的迄个方向的迄、那个方面的意见。先弄，你弄一下。就是因为伊有留两句话吼，伊第一句是讲吼，伊感觉问题是中译啦，就是讲爱有人对日本直接来翻译做台语，就是讲唔通翻译个翻译，爱去了的，很小夸张就是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伊捌伫台北剧场吼看过一个台语的话剧版。杨家啊，但是拄只世界讲又去看，但是内容已经袂记起啦。对呀，对呀。请教，世界先生哦、喔，你敢会记得读中文翻的日本的小说的时阵吼、喔？日本写作的程度安怎？为文学的方面来看。严格，嘿，严格，迄个日语的原文哈、哦，实在是你所讲的水亏啦，哈、哦，真好啦。当然是迄阵受过日本日语的教育的人哈，拢、哦、总是差不多是作家啦，哈、哦，精英分子啦，哈、哦，拢总迄个日语是真好啦，不只好，因为是日本教育是迄个日本教育的方法啦，啥物？拢总是正确个啦，哈，无像是迄个建老的国民党迄种个，真老的迄种个啦，哈。所以水亏是水亏啦，不过我嘛是，迄是真足久以前，所以煞袂记得。多谢。多谢多谢。所以拄只讲到严格吼，其实后来迄电影阁有两出戏。是做这个故事啦，哦，一出是1958年新基导演吼，伊、哦、有一出在讲杨过这个故事吼、哦，啊，另外一出是1980年代有一出叫做《迄支所有权》，《迄支所有权》嘛是在讲杨过这个故事，所以小可补充一下，就是讲这故事真正真，大家真会。感动这个故事吼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林团秋导演以前搬上舞台这个新剧吼，迄是顶半部的严格，
啊，伊落尾吼，伊阁继续真认真，伊想要写一个迄个大合剧吼，就是伫个伊过身进前，伊阁继续咧写本，写这剧本吼，啊，想要甲严格下半部吼，嘛来接续起来，啊，要变成一个大合剧的电影。啊，不过伊落尾身体较歹去，所以这无完成，这真拍算的一件代志。所以咱讲等于电影吼，因为林传秋导演伫日本有一段时间伫个东部遐做，迄阵我看册拢讲伊是做副导演啦，吼。啊！顶届李老师当场就讲，伊其实是做摄影师，还是就是伊个名。无一定是副导演这个名吼，啊，所以伊看的对日本看，对日本学的，也是受日本教育的影响，其实是真深啦吼。所以咱今仔朋友啊，对迄、那个咱这个啊电影吼看到的感觉吼，唔知大家安怎想吼？大家等下可能会当来作为来分享哦。所以咱当讲。从开始台湾电影商业化，应该是台语片第一波吼。第一波大概是1955年开始，啊，到1959年就开始缩去啊吼。啊，第二波哦，反正这国真侪伊个，因为你讲商业片一定的人爱有钱通赚，才有人入去嘛吼。所以这嘛真侪。因素啦，就是讲，为什么第一波无停，那就缩起来？啊，第二波是安怎阁起哩？啊，到1969年，第二波那会突然间阁发起吼。所以这真侪原因，咱后摆拢会间慢慢啊来讨论，而且啊在座吼有朋友啊有知影这段历史的嘛，随时拢会当来分享吼。所以讲，1957年、58年，这是迄个林导演开始出来，去伊个片厂啊，训练伊个这个技术啊，技术人员啊，加演员啊，落尾伫1959年推撒出伊个第一片，叫做《阿三哥出马》吼，电影第一片《阿三哥出马》。啊，毋过伊，呾只拍三片半，啊，就开始，迄阵就台语片诶市场就毋是讲真好吼，所以伊就改善伊诶只学生啊，只技术人员哦，就是讲啊，甲训练好诶，恁放恁出去，恁家己去发展吼。啊，实在讲，伊拍了《阿三哥出马》《探烟花》啊，即。啊，落尾错乱吼，错乱伫1960年，啊，阁有一片叫做一片甲迄个白客导演做伙合作个。啊，毋过你知影迄阵迄落电影检查作业个嘛，啊，定去用调，啊，所以因迄阵无拍完，伊就先来拍错乱，啊，拍完错乱就想。张美瑶迄阵就差不多，小林煞两出哦，伊做女主角。啊，迄阵拄啊国语片起来嘛，所以张美瑶伫国语片遐做得真好吼，所以继续阁做几廿年，嘛迄阵嘛真清啊，嘛是啊有即、這个对即个玉芳吼拍落来只基础来继续演国语片。所以咱今仔即出丈夫的秘密，其实是1966年，搁定加过吼，定正过对错乱搁，那阵是较正较短啦吼，啊搁定提出来放，定就提出来放。所以这片吼，可能爱确定一下，就是讲我的了解就是，吹到这片其实是已经加过，已经是迄个丈夫的秘密的版。哦，所以咱看到的，那拄只看过，其实哦，嘛是足侪所在无讲真完整哦。可能你讲迄底片一本一本嘛吼，
一鸭一鸭吼，伊有诶头尾可能拢无啥会使，所以你有看有诶所在吼，落切条啊，接到下一本，啊落尾迄本哪场就真正状况无讲介好，大家会看讲因可能嘛放弃啊，就是讲有诶所在会当收诶。啊，毋过伤厚工啊，伊就留伫遐，所以咱从落尾遐有几本吼、哦，看遐真侪迄落化学诶物件，搁留伫遐顶面吼、哦，所以都真趣味啦吼、哦。啊，就是讲电影嘛，戏剧安怎刷到电影，这伊是真侪无共诶所在。啊，毋过林传秋导演伊有伊。对这个新剧的这个背景吼，伊来做电影，佮有另外一款无同的风格啦吼。像咱看迄、那个，我看有一个趣味所在，就是迄个拍电火吼，拍火伊，哦伊迄火拢那常常免钱的。足强诶吼，电火毋知几拍吼，所以我一大先看讲啊，电影安尼，你个电火拍遐强，敢无啥自然吼。啊，毋过后面想想，嘛是讲伊用迄、那个即、這個、光线来表达伊想要啊，就是讲遮主角。诶，心情啊，啥吼？伊有当下用迄、那、啰、個，用迄光线来表明吼、哦。所以咱看真侪迄啰，伊个反差真大吼、哦。有当下哦，只光平平啊，迄边就暗。啊，有当下哇，日大日头，还搁拍电话哦。所以大新看讲啊，安尼别空啊，你电话拍遐强，迄影吼，安尼摇来摇去吼、哦。啊，毋过有当下你看。这不是 two dimension 哦，伊有这个电火哦，变成 three dimension 哦，哦，啊，虽然讲你用今仔日角度讲啊，这拍了无好，这无够自然啦，哦，啊，不过这是其中一个特色哦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伊的迄、那个叫做构图啦，伊咱翕相吼为了构图吼。啊，咱看伊个大概镜头吼，咱参像迄落摄影师吼，哦，伊迄角度真功夫啦，就是讲嘛是依靠有即个实力来做这吼、個，因为吼咱知影伊是家己去片场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大布景啊，即做即个材料吼，迄、那个时代哪有遐侪资本来做这吼、個，所以伊个。伊个合作啥？就是讲哦，你去整理伊个现场个时阵，伊个物件拢是真正设计过去摆伫遐吼。啊，伊个构图拢银，就是讲满吼，也嘛是伊个风格啦吼、哦。所以啊、大家若有机会，等下搁去看一届吼，会甲看较详细一寡真趣味的所在啦吼。我先讲到遮吼，咱在地敢有啊，在场敢有朋友想要来分享吼？来，我来讲一个关于迄个小可有讲到迄个乌山迄个制片厂的故事啦吼。迄当阵啊，主要就是讲伊伫东部。底下有一个同事啊，导演啊，伊也是韩国人啊，伊改变作日本人，迄个伊甲咱笑提笑讲，恁台湾的这個电影输阮日本输三十年啦，啊，伊这個人小可有一点叛逆性，伊讲哦，无我变互你看咧，啊，我拄啊咱拄啊讲，伫伊个学长。就是迄个明治大学个张调家，向怎啊做做迄个明政厅个厅长？伊甲讲哦，我拼落去吼，伊也要走出钱啊呢。啊，所以伊就甲因兜个十一家个
牧场啦，伫饲牛饲羊啊，遐个牧场改做片厂啊，叫乌山制片厂。啊，就开始哦，大资本哦，就开落去。啊，伊就是要哦，伊较早伫大公司做，啊，伊心肝真大啦。啊，就是讲我要哦，一贯作业，伫我个片厂倒啊，都冲落去啊。啊，就开始拍。啊，两阵啊，伊就发现讲个演员个素质不够，啊，就佮做一个演员训练班。啊，演员训练班哦，食啦、住啦，拢伊负责免钱，安尼吼。啊，佮请迄个好老师，譬如讲咱个文化头个杨文权啦，啊，佮迄个音乐家卢传兴啦，啊，佮迄个舞蹈家叫李彩娥啦，吼，啊，佮编剧啥，真侪人拢入来斗卡手安尼，所以讲师资真好啦。啊！伊第一片嘅拍嘅片叫做《阿三哥村》嘛，啊，这是第一句片啊，就出师不利啊，因为伊迄个片名去申请啊，讲你阿三哥，啊，就前十年前哦，咱1949年哦，迄个印度阿三哦，甲咱断交啦，啊，你拍迄个阿三哥，就是伫讲印度嘅代志安尼，不准安尼。啊，所以去伊就是阿三哥，就是讲啥咧？讲有一个迄个西贡啦，西贡姜啊，阿三啊，啊伊就吼迄个每到爱国奖馆吼得奖，啊得奖以后啊，大家就改西隆讲无你起来选市议员啊，爱去竞选和平市的市议员啊。啊，所以伊咧竞选的时候，啊，就一挂迄个。亲情啦，去食啦，啥也无钱，善乡走去家己讨钱，请求伊援助安尼。啊，即马即拄啊讲片名袂使，啊，第二讲啊，你竞选和平市，啊，和平就是竞选党要和平解放台湾呢，啊，你哪会使和平市？啊，所以你才有关的和平市的字，啊，和平市的声音拢会听伊噻。啊，我一个就是讲，啊，咱台湾无去食，啊，你哪会拢摆落去食代志安尼？食的拢爱搁消失去啊！所以啊，伊就这个片啊，伊搁加搁再加，第一摆出第一关的入来上市以后先啊，啊，都好刺激啊，伊就都脆汁菜啊，啊，这真可怜啊！我先暂时啊，简单分享啊。多谢李老师。啊，咱看老电影，我感觉上趣味的一个就是看迄、那个，咱已经无伫的这景吼，像即届吼，伊带咱去网咖啊，随即个女主角吼，愈搬愈远吼，上山啊，啊过来邦桥啊，啊上尾因去伊拜佛嘛，伫个迄个中和圆通寺吼。啊，咱会当看，甲即马拢完全无共个一挂景哦，迄是真重要一个记录吼，甲台湾的这历史啊、文化，啊是迄阵人，我感觉电影这老电影上有价值，就是讲咱保存这，想讲迄届大家母语是啥吼，啊迄阵个腔口吼，啊是讲安怎用词安怎，这拢甲保存落来吼。真正是真好诶宝贝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另外讲转来即电影吼、哦，就是讲伊家己去片场嘛，所以伊大布景啥物吼，拢会当家己设计，啊，要安怎摆，拢真迄落吼。我想要讲一个，就是讲伊诶，就是。唔听咱今仔看即错乱吼，你后壁个5月13伤心夜是六个嫌疑犯，也是较正经个阿三哥出马吼，有一寡较，就是保持共一个迄落吼，就是讲伊写足侪轻吼，咱知影电影是一个轻嘛吼，啊伊内面阁足侪。窗啊，门啊，就是讲，伊迄场所的设计吼，有真侪伊的
就是讲你帮人拍片，伊看袂到伊足侪景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伊有片手嘛，所以伊个摄影师会当有足侪角度去看吼。啊，唔惊今仔这片啦，就是落尾用了搁较侪，就是讲哦对顶面照落去，对迄、那个。对这个土地顶照的迄个角度，啊，有当时对像这边内面就用了较侪，就是讲普通人翕，你点样说翕落去嘛，未讲特别去换一个角度吼，所以伊个对这个无同角度来看这个你 subject 哦，这 object 这是真特别的所在。啊个伊个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伊真爱用即、這个，真难哪讲，就是讲有一个迄个 depth of field， 就是一个迄金深啦吼，伊爱伊个迄个构图定拢会有近的有远的吼，啊咱先讲即个即出啦，即出。内面有一个镜头我真喜欢，就是讲咱稍微讲一下，毋捌看过的歹势吼，你稍微讲内面的迄个剧情吼，就是有一场是有人客吼要来找这个女主角吼，啊去因厝里，啊伊请一停的停在迄个巷仔口吼。啊，无迄条巷啊，足深诶，到因厝足深诶，所以拄则讲诶轻吼，伊用诶轻咯，第一个轻就是咧车，一个乌头车诶，伊个窗仔，伊个门啦，门诶轻吼。啊，落尾落看，伊有一个，反正就是讲伊有用迄个深度吼来过。过度吼，啊！迄阵伊就引导阵的去把这女主角抓出来吼，啊！就看伊对迄个坑内面吼，慢慢啊接近车，啊开门，啊，就是讲伊个坑对电影语言其实真侪意思啦。上定咧用就是讲，哦，你有缩掉的，哦，你的。不管讲你要安怎解释命运啊，啥物吼，你用轻调的，哦，迄个镜头水倒去的，就是讲伊迄个有够深，啊，伊迄个你要做啥 focus 吼，伊会去刷吼，啊，落尾对着即个上头前的只个，只海头兄吼，啊落尾伊迄个镜头那才是三十几秒吼。后尾，迄乌头车驶走，啊，看内面后壁鸡仔在走啊，还是讲迄水沟啊，两个囡仔在遐佚佗，吼，就是真趣味啦。本来车炸掉的，吼，啊，车驶走，啊，就是讲，因摆有这个长镜头，这长的镜头，啊，设计甲这水开，吼，这镜头我真喜欢，吼，啊，其他当然阁有真多啦，伊最爱用迄啰。用这个 depth of view 这个技术啦，哈、哦。啊，讲起迄啰伊个，伊个叫做过度啊。但我安尼讲，大家听，我有来有是直接翻的，我唔知台语要安怎讲吼、哦。就是讲伊。对这故事内面这人物的心情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咱会感觉讲，这出其实吼、哦，嘛是咧反映出这个殖民时代咱这人的一寡算一寡悲哀啦，就是讲，伫台语片咱常常看到女性，哦，颠倒是较。坚强，因为男主角也不是说、哦、你找那些粗勇的，男主角
拢较先较软正吼，啊较无注意，啊是较迄落耳感较迄落吼，耳感较迄落就是像即出即个丢番羊吼，伊演的即就是讲去用招嘛吼，啊拄着代志嘛是安尼。就是较迄落吼，啊，毋过伊，诶，歹势，李老师你无开麦克，你麦克无开呢？我拄啊，你拄啊要饲迄个，你要找迄个字叫做软正，软正啦，软正嘿。对啊，伊迄落伊个构图内面，其实吼，咱会看到伊啊，伊介只。女性的朋友，因大部分我看两个角较落较硬到，就是伊有一个处子吼，定甲扇嘴巴啊，定甲迄个吼，伊个是女性内面，即角内面女性内面较无讲遮正面吼，啊落尾因即个阿金吼，即、這个另外一个女主角因阿金。迄是算较硬，啊，其他女性其实拢互相帮助啊，啊，真正因遐个互相即个吼，伊你看伊过度咯，伊迄个叫做三角形的过度吼，啊，就是就真稳、真温暖安尼，像伊做伙看相簿的迄景吼，就是较主要的吼。啊，讲到这个编剧吼，咱台语片有一个较趣味的，就是因少年人吼做新展开，咱台语片这个剧吼，咱这写了伤紧咯，对啦，就是讲你迄个故事发展了真迄落吼，互人想袂到诶，迄种吼，啊，有当时你即马看是啊，这伤合啦，这无合理吼，啊，不过迄是。迄个时代一个特色，哦，所以咱看到落尾只故事的发展，吼，有当时就是讲，甲咱较传统的、较古典的这个讲故事的方法，吼，无啥相共，吼。啊，林传秋导演伊是较现代派的，吼，现代主义迄派，吼，所以你看伊讲故事，但是还佫插队以前，佫几啊条线伫遐。底下走吼，所以这是迄阵算是真前卫的吼，真行伫头前的吼，所以伊的背景早吼，咱台湾的电影其实本来应该是会真侪贡献啦，啊，真可惜就是讲你电影无谈。啊，就袂爱做啊，袂爱做收起来。所以第一届收起来了后，因只人个拢散去啊嘛。所以咱后届阁要做五月十三相信夜，迄阵伊只学生啊，拢四界走去啊，有去香港，有去拍国语片吼。所以伊迄阵就爱去找只专业个，就去请专业个演员来演。所以我来讲一个迄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台语片的历史啦吼。台语片是1956年甲1959年哦上兴盛的啦。迄当阵啊吼，一年会使拍六十片的台语片，啊是阮华语片的三倍的多啦。啊，迄当阵是安怎？有什么原因？因为大家听无中国话啦。啊，就只好是爱看台语片，即个台语片的优势。啊，另外，迄阵阵啊，吼，迄个有一个中国电影公司，啊，佮台湾制片厂啊，因拢无闲去做一个正能宣导遐个片啦。啊，迄款片哦，钱拢开对遐去，啊，所以讲拢无商业化。啊，所以大家看迄个片都会新啦。啊，所以来看台语片啊，你台语片则较温暖啦。啊，甲尾手吼，即个华语的政策吼，啊，都一直好起来。
啊，佮另外一个讲，咱个台语片吼，有当时啊，十工就拍一支片啊，啊，就是哦，迄个品质真歹啦，啊，看甲大家会生啦，安尼，啊，所以人林传秋啊，开始参加这个五，迄个阿三哥出马时啊，伊是五七年啊，向遮台语片就开始伫落啊，开始伫落那个落，这个世面就开始歹起来安尼。这个时间点嘛配合了，无讲真好安尼咯。啊，拄啊讲迄个，咱拄啊讲五月十三伤心夜，迄支片啊是咧信东制药厂啊，迄个熬出一寡钱啊，叫林传秋啊，来拍安尼，啊有真侪镜头是信东制药厂安尼。五月十三伤心夜也无信东制药。就支持的心啊，我看林传秋啊嘛无法度，嘛切心啦，嘛无拍安尼，啊，迄就是历史的悲哀啦吼。啊，搁咱迄个语言开始在转换，啊，文化的变化吼，啊，造成迄个台语片吼，啊一直衰落的原因啦。啊，讲一个即个时机的问题啊，咱林传秋导演伊做只电影吼，伊真正歹运哦，对吧？伊捌得过啥物奖吼？像大家敢知影，咱即马讲台湾只金马奖吼，金马奖伫1962年开始嘛吼。啊，佮进前吼，其实台湾上早有一个另外一个金马奖，迄是伫个1957年，迄是专门颁予。台语片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落尾金马奖出来，当然你这合作方言，你无资格啊，无资格来参加金马奖。啊，不过这个头一轮的金马奖，吼、哦，是拄好伊还未开始拍电影，吼、哦，啊，落尾1965年，阁有另外一个奖，迄阵那才是落尾这中国时报的。真新啊，我做啥物？电信新闻。对，伊嘛是，就是民间办的一个台语片的一个奖啦，吼。所以伊迄摆阁无得着，迄摆伊转来拍一个五月十三上新片，可能袂赴啦。伊迄阵迄奖都颁完啦，吼。所以伊较歹运啦。啊，像迄、那個、咱。顶两年前放新剧导演，然后伊就较算讲，伊两个拢有钓过吼。啊，落尾2000年，2000年，佫补一个最佳贡献奖吼，伊个新剧导演。所以林传秋导演算较，伊真正运气较歹啦，拢一个奖拢无钓着，啊，金马奖落尾嘛无补予伊吼。所以这是一个真怕算的所在。要唔过，伊伫2002年，对，2002年啊，啊，迄个香港的影评人啊，选讲200篇华语电影吼，上有影响力的华语片电影吼，林传秋这个错乱吼。啊，洪孙就咪讲哦，重要的电影之一，所以遐侪年来200篇吼、哦，错乱麻花多入去，所以讲伊错乱的手法啊，或者香港遐影业界啊，真欣赏。迄当阵啊，2000年，迄当阵啊，亚洲的电影，迄个香港是占足大个分量啊，所以因迄评审委员的力量啊。迄、那个程度是真悬的，啊，错乱有法度，林传秋的错乱有法度就算了，这是无上的光荣，是真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啦。嗯，有影，伊讲20世纪200篇嘛，100年扣200篇，啊等于讲一年上好的2篇才会进着，啊，这篇错乱是唯一一篇。一出是用台语吼，伊有这個，伊所谓华语啦、广东语啊、啥物语，拢总合作的
叫两百片，吼、哦，这是为一片讲台语的，所以实在无简单啦、啊。所以这讲讲无对就无要紧，二十一世纪补一个给伊，啊，这是真正较专业的人来给伊肯定啦。无你转去看1960年代迄阵的得奖的。实在讲，迄阵的片，即马谁想要看，对吗？啊，咱今仔过来看这个老电影，咱嘛唔是讲要去批评啦，是讲咱平常心讲，这电影这放对因摆迄金马奖，哦，大家来看谁应该得奖嘛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一个另外一个，这另外一个题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这个看到这内面这对话啊，这腔口，还是这用词哈、哦，就是甲今仔日有的所在无啥相共。啊，唔知在座各位有啥物？有啥物想法？就是讲，这语言一直嘛伫咧演变嘛，吼。啊，有诶词，即卖人可能较无咧用。啊 ，DB 这个举手哦，你我想你会使互来参加诶人，因有机会通分享因诶看法，哦、好无？林 DB 教授嘿。哦，林教授，请我，歹势，我较。无注意到这安怎看？对，林教授，请。啊，开麦。这你会使开麦鼓。DBJ， 林 DB 教授，请你开麦鼓。伊麦古一直无开吼，我唔知伊敢是开袂开。啊，其实前几日吼，迄、那个李玲姐伊嘛有甲我分享。DB 姐，你敢你的麦古无开呢？你有开 video， 但是你无开麦克风。你讲话我无听到哦，因为你无开麦克风。李玲已经开麦克风，李玲阿伯，你先讲。是嘞，我第一项就是要甲恁讲哦，我吼拢无多去看恁的电影，真有困难啦吼，我规暗拢袂用的啦吼。我请问你讲有啥物较简单的方法吼？请问你住伫倒位？我住伫个乌头啊，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啦吼。咱住伫个加拿大渥太华，也是讲多伦多的人哦，显然有一个真大个问题，就是讲，伊问着讲你个postal code 吼，讲zip code 吼，啊，所以我用阮加拿大个迄落 code 吼，我毋是五个数字啦吼，我是有迄落 mix with 迄落字母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袂当入去啦吼，这第一条，所以我无法度，我只能用。阮查某囝在美国的迄个 code， 吼、哦，啊有哩，但是国家安怎都无法度看到迄个电影吼，啊我唔知影讲别人有甲我同款的迄个困难无啦吼，啊我这是我头一个问题啦吼，啊头拄仔秀芳问我的代志是讲，我是注意，我迄天甲秀芳讲，林团长吼是阮老爸的朋友啦吼、哦，啊我遮细汉的时阵吼。捌送戏票，互阮老爸讲吼，啊，带阮囡仔大家去看伊个电影了，
所以我头一摆看就是看张美雅。迄阵啊，我囡仔人哦，可能十岁吧，无两分十岁，搁较少。啊，看无啥有啦，啊，反正就是去看的吼。啊，伊嘛捌招待阮老爸吼去，去伊的迄、那个翕相迄个所在咧。啊，就影盆就对啦吼。啊，我吼是问阮阿姐讲，你会记的吼？啊，阮阿姐讲伊唔知啊。啊，迄阵也是安尼哦。我因为我是阮囡仔内底上细，所以我袂去到阮爸爸妈妈袂去到位啊吼，较会带我去啦吼。就是讲，因大家拢足认真，伊在读册啊。我敢那较，我比较细汉啊，无读册，所以我有去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这是我对伊个林团长的印象啊。啊，我知影讲伊有两个迄落投资者吼，就是他拄啊李贤讲的迄、那个。后生吼，影影剧团吼，内底有两个真是阮爸爸嘛是朋友吼，一个叫做是阮厝里人叫做曲木，啊，搁一个叫做齐宏辉吼，啊，因两个拢是家迄落家境真好啊，所以拢家己投资了吼，啊，所以后来我知影讲这个后生有存在，敢那，迄阵啊到底是不是迄啰，即个林贤还佫咧创，我唔知啊，就是因两个有佫继续一段时间。啊嘛，迄阵也是拢定定摕着迄啰迄啰 free ticket 吼，就是摕招待券来去看咧。所以这是我的印象安尼吼。啊，迄阵啊，就是台湾出，就是愈来愈无迄啰嘛吼。不过阮就是有去看安尼啦吼，安尼我甲你分享。刚有开啊！我即马突然间无看到伊，但是我即马阁看到哦 ，D B 这嘛举手，但是你的麦骨敢开啊 ？D B 这，伊一开伊麦骨拍袂开的时阵，迄、那个亮光兄弟敢要先分享？好，安尼无我来讲一个啦吼，我嘛是拍袂开，我要去看电影吼，我嘛有登记啦吼，啊我嘛可能毋知是伤复杂啊呐，我嘛无法度看着，啊毋过我是足早进前捌看过出电影呢，啊毋过我来分享讲迄个景的问题啦吼，比如讲迄个 frame 吼，即马譬如讲一般人啦吼，一般的消费者要去看老电影吼，古早的电影吼。可能要去要去欣赏哈，可能不是讲遐尔那简单啦哈，就是爱讲有咱就爱去 set 迄个 frame， 就是讲等于到迄当时的电影工业，或讲电影市场哈，是讲迄当时的迄个台湾的社会哈，安尼来欣赏哈，变作讲会较容易啦哈。啊好，感谢咱今仔日两位哈，迄、那个李老师安尼伊。当安尼从即个林团秋迄当时诶情景哈，啊，搁陈瑞老师用即个文学气味哈，啊来咧来咧安尼补充说明，啊，互大家当较容易来讲即个电影哈。啊，我是要按即个电影哈，到底是伊诶是艺术还是迄个工业啦哈？因为咱来讲到即、這个有一寡代志哈，要来表现，譬如讲张文环伊伫迄个。即、这个台湾文学的空间，伊就是讲，伊要来讲即、这个哦，写出即、这个哦，台湾人的心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伊迄个是讲有一个伊有话要讲，有要表达一挂意思嘛哈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中间可能会当用文学啊来戏剧啊，还是电影哈、哦，啊，当然也是讲文学，你就无需要别人合作嘛哈、哦，啊，戏剧。哈、啊，剧场嘛有需要人合作，但是迄个规模毕竟毋是较大吼。毋过若到电影诶时阵吼，或许投资就是爱非常诶大哈啊，所以讲就是爱有各方面诶配合，才会当成功安尼啦哈。啊，所以好佳哉，即个林团秋啊，伊变作伊本身家境也袂歹哈，啊，伊个教育程度啊。啊，伊个迄个社会阶级啊，拢真好吼。啊，伊会当去日本留学，啊，佮有迄、那个当迄个东宝，啊，伫遐做摄影师、做副导演，遮个迄个条件吼，拢遮个
写个经历吼。啊，毋过兼拄只个即个 CK， 你有讲着讲，伊虽然伊拍个电影品质遮尔呾好，啊，总是伊伫台湾改成变作讲无伫改少伫即电影市场个中间，伊无得到正大个肯定，啊，而且捌伊个人嘛正少，啊，所以伊个人个条件遮尔呾好，啊，是安怎较会拄啊好？吼、哦，拄啊好安尼伫即个都失去时机，拢失去时机吼。啊，我是用另外一个迄、那个观点来看啦吼，就是讲即个工业啦吼，一个工业要会当成功，当然爱商业化吼。啊，毋过即个人的条件足要紧，啊，毋过即社会环境，啊含即个政府的政策吼，即个会扶持吼，有啦拢足重要吼。咱顶礼拜迄、那个。姚文迪有来咧讲吼，咱就讲着讲，政府的补助应该是补助个人的片吼，还是讲补助即个电影工业的大环境啊，这方面的问题。当然，这是各有好处啊，歹处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林传秋吼，伊的即个电影的成就实在是 under appreciated 哈，足少。人知影伊的这段历史，所以咱用这个论坛哈，就是用这个 frame， 咱咪设一个坑哈，啊来论这出电影，啊再来论讲咱这个论坛要用台语，啊再来回顾这个台语片的这个黄金时代，哈、啊，特别是讲着讲一个这么好的电影，啊竟然对无着这个黄金时代哈，啊所以咱即马过来。来伫即个论坛个中间，啊，咱来个肯定啊，咧吼，这是我个分享啊。多谢梁光兄对即个肯用即个角度来解释吼。啊，实在讲，我先回答啊，真正是林女士甲迄个梁光兄个，就是即个咱开始用即个，咱有即个国家电影是听中心吼，因有一个新的平台嘛吼，所以咱即届算是第二届来用这个，所以应该是你也有伊这个 login 加迄、那个，我唔知道你到倒一步去哦未过吼，就是讲拄只有一个朋友讲伊昨登入迄个网页，伊是无问题啦，所以我唔知道你有看到伊讲的这个 what's on， 你也有。login 入去应该当找到影片啊，直接看都会知。即马可能是恁 login 无法度过是无，还是唔知倒一步？我来个 login 哈，嘿，啊都有问题啦哈。我即马吼，拄拄看我的 email 吼，伊有甲我送一个讲，我有要予我参加今仔日的 discussion 哈，啊个十二点。会当看，会甲电影，就是讲十二点我都爱去哩，吼、哦。以前哦，十二点伊都禁掉啊，所以一条十二点之前爱看了。伊即马时间设了就安尼。迄个 CK， 我想吼，这技术性的问题吼，咱哈哥来讨论。咱即马够有人够，已经够有三人举手，咱先来讨论电影的本身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诶，即马因为其实我嘛袂当，你来安排。其实我嘛袂当看啦，我昨昏嘛试足久，我嘛袂当看，所以我想技术是有问题啊。这以后还阁讨论。啊，我即马迄个DBZ 有牙手，啊，阁有 Boston 阿香，我拢有看到吼。啊，迄个 DBZ， 你即马你敢袂当开你的麦克啊？啊，一位 C Chan， 这是倒一位？这伊？伊嘛举手吼，你敢会当开麦鼓？你若拢袂当开麦鼓吼，我请迄个 boss 阿香先发问，好无 ？OK， 我昨我有入去啦，我会当看吼，迄就是诀窍，就是吼，伊实在是有一个 instruction 甲你讲安怎入去，啊，你迄无法度讲 cut and paste， 所以我就一字拍用 HTTPS 吼 ，player.tfai. 啊，然后也。email 就是用 ck.huang@yours.com， 你来照这步骤一步一步你去吼，你都会当。
啊，佮伊个 password 照遐入去，所以我昨暗毋是透面看啊，十一二点我才去困。我是讲今日要参加这個，这是我感想啊。即阵就是讲恁大家可能时间无啥够啊，讲十二点以前我有看啊了。啊，我个感想就是讲，迄阵啊电影实在是，当然是佮即马比起来，尤其是咱即马看到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 迄阵啊，冰冰冰冰恁吼，啊佮这安尼照办照办的，迄是物仔差足大个差别。啊，第二项就是讲吼，迄阵啊个导演吼，较无注意到即个真实啦吼，就是讲伊迄人吼，迄配音伊拢无敢讲，配音嘛是一款表演的艺术啦，所以迄个在讲话，迄、那个我嘛唔知迄敢那迄敢那无像是张美瑶家己讲的话吼，足侪迄个声讲话声拢无虾米感情啦，所以我是刚开始较早期拢是安尼啦吼。啊，第二就是讲，迄个囡仔，迄个爱上，迄个细汉囡仔，四岁啊，啊，都特别拢安尼抱啊，安尼，敢那迄啰，敢那一岁幼婴啊，安尼，我讲迄点也是足无真实安尼啦，吼，内底足侪物也是较无真实，啊，无 otherwise 是呐，讲迄个1960年的电影，我感觉这是在算讲啊个未歹啦，当然足侪物啊。是，这是我家己的偏见，还是讲我家己我可能讲 critic 安尼，这是我要甲大家分享，多谢。谢 Boston 阿香吼，林 TV 教授吼，我相信伊有足侪物件伊要分享吼，因为咱头过有看到迄、那个台湾文化，啊，咱有看到张文环伊的作品《沿街边啊》迄、那个。姚千和吼，姚千和女士，其实迄就是伊个老，伊个妈妈吼，伊个妈妈啊，所以伊对这文学啊，对这嘛是真有研究啊。但是今仔日真无彩，伊毋知是安那，迄个麦骨拢拍袂开吼。OK， 啊，其他老人要搁发问的，请尽量举手。即马B D 毋是 D B D 吼。BDJ 有牙齿，他都在讲迄个，看这出电影，讲看了敢那较无自然哦，啊，翕的迄个技术也无够好。我差不多20年前未必，我有去这个 Smithsonian Institute， 哦，迄个大个 museum 去看哦。迄阵去的时阵，拄好在播迄个美国早期的电影。啊，看到 May West 的，一出在西部啊，啥货？哦，我嘛看到足艰苦的，嘛是演技也真差吼。安尼，迄啰伊若受气，就真啥？安尼结臭面安尼，啊，就讲哼，安尼足幼稚啦。迄个表情种种吼，拢足幼稚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这是这几十年来吼，演技迄个电影的技术吼。这个科技的进步，种种吼，我感觉实是无法度讲用咱即卖标准去看，啊，50、60、70年的电影来评断啦。所以，迄就是表现迄阵仔时代的建构的环境安尼啦。呀，啊，我即讲话敢有听？有吼，我刚才你怎来当讲？我用手机啊讲吼。我第一是要讲这个版本这个陈雷先生讲吼，一本来我给你的这个是向阳，这是较慢啦吼，啊较早这个前卫出版迄个是1992年，嘛是同款是钟兆正翻译的吼，啊但是搁较早以前实在有1970几年，唔知是源流啊是远景出版的吼，啊著名。就方面就是严格啦，啊，迄本我即摆一时煞找无啦，吼，啊，就是咧，即个上即本严格迄本，吼，啊是了后即几本咧，啊，甲日文的位，你有看到隔壁，陈文环迄篇的隔壁杨千鹤，迄就是我的老母吼，啊，我头拄啊上煞尾是要讲，我即摆有咧翻译即个。花开贵贱这篇翻作台文哈，所以请大家期待。啊，我今仔日要分享的主要是伊一个观众的这个眼光哈，这个感想来甲大家分享。啊，这篇电影上头一开始就是有这个音乐哈，这个
是 La Traviata 这个 opera 的背景地回论，吼、所以诶某种程度，这个故事互人敢那想到，就是讲甲这个茶花女这个悲剧诶小可类似的故事，吼、啊，这个看这个电影，互我的感觉就是讲，普通咱俗语话有一句讲，女人你的名字就是弱者。但是我是感觉讲，弱者这篇内底这个女人不是弱者，颠倒是达波才是弱者，吼、嗯。啊，张文环咧写严归，甲这篇错乱内底男主角，拢是较软弱，无作为，啊，无家己无一个主张抓袂在的人。啊，查某吼咧这个电影。内底拢互相帮忙，是较善良吼，较真好心诶人。像讲家斗三工顾囡仔啥，也是讲家互相家救吼、哦。啊，边咧即个酒家咧即个场合嘛是无讲三万多个会家帮忙互伊逃走咯，也是讲各家照顾伊诶生活。所以即片是顶多敢若是咧。女性主义咧，欧罗查某诶，迄款感觉。啊，好啊，个另外感觉就是讲，现代甲过去即个诶社会背景已经足无同。你若是照即卖诶现象吼，若是讲即查某个生伊个囝个啥，绝对会足强势，袂像讲即个电影内底讲，袂唔敢阁去干涉着伊个家庭，阁超工阁离开，阁避起來，啊囝仔啊阁到尾啊，就放生安尼好，阵啊家己无个勇气，所以拢无去干涉着因个即个家庭，啊即、這个电影内底即个。男主角的太太，甲我个阵啊，领养家己一个朋友，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囝，所以拢是查某，拢是真好的角色。啊，这个电影吼，得起上头的这个配角，鬼片，这个、配角袂歹，啊，个这个翕的角度吼、这个 frame。就是讲，伊即个规个景拢翕得真好，当然是较可惜，就是即查某拢主角迄当时个即个角色拢无足好。电影伊个做法到尾啊有小可较削到，就是要讲伊讲吼即错乱吼，啊，我是感觉讲即地方吼错乱。实在是嘛无啥物错啦吼，所以这个标准是甲可能古早的道德标准，伊甲伊熟识是根本是还未结婚以前嘛，所以了后这丈夫的秘密，我感觉讲用作比错乱是较好啦吼。啊，编剧我是唔知影讲这有是日本的原作啊，但是这个编剧陈州吼，陈州这个人。拢总有编即五篇啊，吼，可能拢是台语篇诶款。啊，伊上早诶，即个1960，都是错乱是1960，啊，上煞尾都是1969，啊，阵啊拢无啊，阵啊五篇啊尔。所以即个人，我感觉讲嘛是应该会使搁看伊诶，看伊诶。唔知是虾米款嘅人，即陈州即个吼，安尼我简单分享我以一个读者诶观众诶心情，甲大家分享，多谢。他都话足实诶，拢从来袂好势。OK， 拜拜。多谢陈教授。林教授。林教授，歹势。伊是切，因为尹先生是细胆吼，尹先生捌做过迄个画派的总会长吼，陈文元先生。我看到迄手机也是写胆吼，歹势。林教授吼，我先报一个吼，你拄食迄个陈州编剧吼，落尾我看迄册顶面讲林传秋导演讲，迄是。这片是看唔到啦，我咧想，陈州应该是个学生啦，所以后面阁有做，伊培养足侪人才嘛。爱讲这片个编剧是林传秋家己啦吼，伊个片拢家己编的啦。
啊，迄、那个单张吼，落尾就是伊只人才吼，其实吼嘛是正拍算，就是讲台语的即、這个电影吼，到1969年到1970年，差不多剩几片尔吼。啊，有诶就刷去做电视，啊，电视台语片、台语电视头几年嘛做了真好。啊，毋过你看好吼，伊诶新闻局就甲你设一寡规矩吼，就无讲真好啦。啊，到1980年，更加离谱就是啦，就讲哦，你一工啥物时阵会当用台语做戏做电影，啊，搁甲你拆去中岛搬，哦，袂当，互你一届放伤久，哦，啊，搁三台都还要轮，就是讲，甲你一直甲你限落去啊，所以你只人才啊，那毋是你去拍国语片，啊，无就真正爱摇巴肚就是，哦，这是一个补充，哦，哎，还是蛮对，咱看咱现场够。现场够有人要搁举手，嘿，阿尊讲无要搁举手吼，因为即马已经台湾吼已经11:40吼，其实你会使做一个 ending， 啊，咱请迄、那个蛋姐够有人举手，地辉，这是咱北加州的前辈，嘿，请伊讲。Hello， 阿兰，有听到无？有听到，无啥明呢？你讲啊，大声嘞！我有安头看到尾啦吼，就是我很尾啊，最后迄个一幕，我较唔知啥物意思。是咱迄个囡仔，伊讲在街迄个买啥物人叫爸爸，啊，是那变个不再一个爸爸，我都看不顺。最后那一幕 ending 的时候呢？就是你对电影 ending 无做了解，就是讲，有出有一个，感觉有一个十波人，伊讲到时三个拿出来，这个你主角甲伊甲伊个后生讲叫爸爸，啊，迄个十，我现在怎么又来一个爸爸？我看唔下去。有，起码电影吼，我咧看了，就是讲。伊这个故事吼，大生伊无去，歹势，固定有迄个回音吼，就是大生伊甲这個男主角无去甲伊讲，这毋是你的，就是讲毋是你的后生啦。啊，伊中间有一句讲，这个囡仔毋是你的囝吼，毋过，迄阵咱咧看，伊是讲哦，你莫阁追究我，这毋是你的囝。啊，毋过落尾伊交代就是讲。其实就是第一段婚姻，这个从落尾，伫感觉出来，这个先生吼，其实是这囡仔的老爸就是啦。所以伊最后嘛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啦。你看上尾，啊落尾可能迄个片拢歹去啊，所以伊无讲真正结束吼。所以上尾迄个景是囡仔真正老爸安尼，故事是安尼。谢你的补充吼，啊，因为即马有看我，所以请你做一个 ending， 啊，拜托迄个龙根兄弟来五个咱后礼拜的直播，吼，啊，迄个 CK 你敢会当做一个 ending？ 嘿，就是咱即届阁重新来看，即咱60几年前即落老导演林团秋的即个作品吼，啊，咱后一届吼已经定好势，5月13吼，即。片名叫做5月13上新呀，啊，咱是用新历的5月13这日来做伙来讨论这片吼、哦，所以请大家啊，这个就是讲这个咱这个真侪爱改进的，就是讲报名啊，是讲伊这个平台吼，无讲真好用啦，吼、哦，我也会甲因欢迎啦，就是讲看会当用较简单的也是安怎吼。哦啊，就是5月13相信也其实嘛是一个 breakthrough 啦，对台湾第一个就是拄只啊李老师讲的
这叫做自露性行销的一个开先河的一篇，就是讲哦，有这个投资者讲啊，你帮我拍一个什么什么，啊，甲我公司啊，是我做的物件，看要说伫对，吼、哦，尽量甲说来，哦，这是一个第一个例吼、哦，啊，第二个就是讲五月十三是台北这个新丰庙要举老爹的日子嘛，吼、哦，所以伊故事设定浙江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吼、哦，这篇算是嘛是早期一个纪录片啦。哦，迄阵个迄阵真侪你个官方的片是纪录片，啊，不过拢无人要看对无？啊，伊这篇是算一个商业的，甲迄个爷老爷啊，大家食拜拜啊，这拢啊翕入去吼、哦，而且是用这个电影级的这个。这个来做吼，所以这是真特殊的一篇吼，所以先预告讲，大家五月十三号再去吼，大家做伙甲个来讨论吼，啊，到小芳姐，多谢。啊，咱今麦拜托梁根兄来跟五个咱后礼拜直播好不好？梁根兄，你爱开麦鼓哦。咱后礼拜是咱这个四月份的台湾文学欣赏哈，啊，咱这个主题是拍开母语的窗仔门哈，啊，主讲人是刘清良老师哈，啊，咱有两位武当人，一位是高家辉哈，啊，另外一位是郭文贤。啊，本地今仔日迄个论亭，伊有讲要来哈，啊，伊毋知论亭你即摆毋知有伫遮无？伊是要来甲大家报告讲，即边即个228点控伫台湾的即个游行的情形的经过哈。啊，本地是大家拢讲要全部要用台语，啊，但是有一挂合作单位哈，所以怎啊无用台语哈，伊、啊、要来甲大家报告，所以较顶下论亭你若有伫遮，拜托你。发声一下哈，啊，搁刷落去，咱拄只我来补充，就是讲本地哈，咱这个五月十三，咱本地是要邀请这个什么人？是要我看嘛，我个要稍等一下哈。好的，咱本地五月十三哈。是要邀请这个欧洲哈，伫迄个英国诶，即个欧洲一个张淑惠牧师哈，伊是咱迄个长老教会啊，差派去欧洲啊，向欧洲诶留学生哈诶关怀诶，即个牧师哈，咱有请伊要来安排一个节目，就是讲台湾人伫欧洲诶生活经验啦哈。所以咱迄、那个啊，毋过有着要配合吼，即、這个拄好五月十三拄只四 K 讲的迄、那个，迄啥城隍庙的周年啊是啥物款吼？啊拄好要来配合讲迄个五月十三上神日啊，所以咱本地是安排讲台湾人的澳洲经验吼，咱甲伊刷起伫五月二十安尼啦吼。好，我着简单报告到遮。多谢你调侃过刷这个，不过真趣味啦。就是讲五月十三是应该是旧历五月。